一次充满活力、挑战极限的运动。马来西亚的美食太多了，要是这样继续吃下去，那可了得，就连导演都看不下去了，强制我们运动去。西亚的森林探险乐园可以和世界各地爱冒险的朋友们一起来游玩。位于槟城西北侧的森林探险主题乐园 Escape Adventure Theme Park 之所以叫做 Escape， 这意思呢，就是希望人们从拥挤的城市逃脱出来，感受大自然的气息，挑战自身极限。罗亮加一 ，Guess what？ 现在我要带大家呢去 zip line， 也就是高空滑翔。我现在是浑身在发抖，跟我一起来就对了。OK， I'm ready。现在我要从那么高的山上面滑下去。I don't know what's gonna happen， but we'll see。我可以吗？我想我可以。好了，走吧。都心疼了。太可怕了吧，这样。挑战空中滑翔，那只是热身而已，接下来才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大挑战。当当，我现在已经上来了，现在还不算最高的地方呢，看上面的空气会更好哦。啊，我今天真的是做到极限了，希望我今天的表现不会让大家失望。 OK， 我加油，我现在往上爬了，一会儿见。的高度，站在上面脚都要软掉了，更不要说还要在高空走绳索，加上体力大量消耗，真的很想放弃了。在终点等着我的同伴们都为我捏把冷汗，不服输的心里也一直在大喊加油，终点就在眼前了。
花了5个钟头才完成，但百分百的舒压，烦恼随着一关关的挑战一扫而空。在主题公园中，各种不同的森林探险设施可以让人忘掉一切，只要你有胆，就尽情在这大自然当中探险就对了。